心来祈祷。今选人来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会知因为保护我，我这边来到你的面前。但系我要交归选你的话语来话，祝求你拢保守我，也伫这个时候，我的心安静，听你来领受主你的驾驶。照咱教会的传统甲惯例，咱伫每一年的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日，咱拢召开会员大会来改选长执。咱拢总有六个长老，十二个执事。咱每一年改选三分之一，啊，所以咱今年爱改选两个长老，四个执事。啊，咱有提名委员会。天命委员会已经做了真久，也有提出一个人选，放伫咱旧部的内底。啊，等下礼拜三，咱食点心了后，咱就要开始咱的会员大会。啊，伫这个提名的过程中间，不管是提名委员会提名，啊，是咱等下会当确定提名，咱拢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咱提什么人的名，咱来甲伊问。啊，你有要接受提名？倒啊，迄个被提名的人，伊讲好，我有接受，安尼这个提名才有关系。啊，如果迄个人也无接受，安尼迄个提名就无关系。啊，所以袂当经常有个啊，团体有个教会安尼挑讲选了无来，啊，所以若了无来，但就做袂定，啊，伫来遮袂使安尼代志。哎，迄个被提名的人讲好，安尼提名才有关系。啊，所以有当时会互咱想一个问题，安尼那安尼说，到底是上帝拣选咱正做用这人工，或者是咱的急？因为拄仔我讲好，我若讲无好的时阵，提名无完成，恁甲我提名做顶头做技术无效，我讲好都是无好。啊，所以敢是咱的拣上帝，敢是咱的拣咱的主耶稣，敢是咱的拣我要做顶头还是？今仔日的圣经甲人讲，是主耶稣定的，毋是咱的定主耶稣。不过咱要先倒转来看咱规段圣经，伊到底在讲啥？当时的教会的信徒拄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当时的信徒伫社会中间无受着好的款待，迄个社会对教会的信徒。无优先，无优先。譬如讲，咱若看古考，第一书咱十五章、十九章，伫遐讲，恁若受世间，世间就疼伊家己的；独独因为恁毋是属世间，就是我今日出世间，所以世间我恨你。你讲当时的信徒伫当时的社会，其实是受排挤。啊，啥人受排挤？当时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讲。因遮个基督徒，因去拄着有可能拄着罗马人，啊，遮个罗马人伫当时罗马帝国，这是因真强的一个时代，啊，所以罗马帝国真强，因的军事真强，啊，所以因为人真好业，啊，生活嘛真奢侈，啊，真奢华，啊，因对教会，因讲这个伦理、道德、上帝教示，感觉讲啊，恁这太是。这过时代的宗教，太这个时阵，大家拢安尼拼讲，什么人拳头拢较大粒，衫较好穿，啊，什么人啊，生活较奢华，太你教会你讲遐有诶无诶，你讲啊，都爱遵守上帝，道理，都爱去听颂扬人，啊，都爱安怎，都爱安怎，都爱服侍透咧。这个时阵咧，讲将会一种心不甘落寞，心不甘落寞。啊，所以伫当时诶罗马社会中间，大无欢迎教会的教士，感觉讲无我这吼，这我来去教会落去教地方，我都无采我咧，无采我当享受，啊无采我安尼会当去共抢真济物件，无采我当去趁真济钱，啊，互恁教会讲咧教会，我都拢无去，啊，啥物我若有钱，我就搁分啊，啊人送香啊，我都搁斗看看，好多代志。所以罗马社会对教会这种的教士无欢迎，啊，所以基督徒的。啊，社会人咱无看作讲，啊，这真奇怪，啊，你太迷信，讲你什么什么宗教，对
犹太人，犹太人也无愿意教会，因为这犹太人，因加这基督徒，因其实是信仰一个上帝，总是因对耶稣看法无同款。犹太人因所咧期待的这种的弥赛亚，是一个应更的人，一个文士的，啊会当带犹太人啊去印度罗马政府，啊会当独立，会当建国。啊，犹太人咧等的弥赛亚是这种弥赛亚，啊不过耶稣不是这种弥赛亚。耶稣伊嘛知影人民的困苦，伊嘛无反对犹太人爱独立建国，总是伊无赞成。因为历史上太侪文书的行动都无解决问题，伫历史上文书毋捌解决问题，伫历史上文书毋捌创造和平过。啊，所以耶稣讲，哪边目的，哪边结果，毋是对文书啦，是对听探上帝概念啦。啊，所以意见不合，意见不合。犹太人感觉讲，恁在教会甲信仰迄个耶稣，啊，讲甲迄啥物？所以，耶稣是一个受苦的萝卜，包着受苦的萝卜，那袂着啊，亲像阮咧做代笔，安尼一年光夜都烧较开呀，安尼走啊。我前日咧耶稣安尼软高高，啊，迄吼，迄袂歪去钱。所以，当时的社会对教会无感，伫这种的社会中间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压力有压力，啊，这压力包括伫伊个人教会中间，因朋友袂当干拢信奉嘛。爱去因爱有一其他朋友，啊，特别是伫食头路中间，特别是伫因若做生意，啊，甲人咧计较中间，因一定爱去甲人计较，因袂当讲乖咧吼，啊，甲开一间店吼，甲人几多落来买就好，啊，其他拢买来买，啊，你买二十个人，到尾有当时啊，二十个、三十个、一百个人，你迄间店伫边啊生存袂，所以一定爱去甲人计较，啊，计较中间。因就会受到这种压力，人看伊无起，人感觉讲伊教会是创啥，啊，所以信徒伫社会的中间，因有遭受到压力。啊，其实咱今日，咱伫美国这个社会，虽然叫做基督教国家，不过咱真侪基督徒依然有咱的压力。教会甲社会真侪时阵是相像，咱用价值标准。啊，真侪物件，其实教会咧用，甲社会咧用，差无偌济。不过有当时也无同款，教会的标准甲社会的标准有当时无同款。啊，伫这个无同款的时阵，当社会有咱对伊家长较侪钱的，教会讲咱趁钱真好啦，无咱嘛爱去想着讲遮所讲人要安怎的时阵，伫这个无同款的时阵，这个社会有真侪方法，有真侪步数，会当送红包，会当创啥创啥。啊，来到收红包啊，这代志的时阵，伊都讲力量差差。常常是教会甲社会啊无共款的时阵，要争取一个基督徒，伊都按面临一个真艰苦的选择。啊，所以做基督徒有当时有压力。今仔日咱的信徒们是干呐？这方面压力大个，经济真歹，啊，已经歹两三冬，啊，伫过一礼拜，美国的大选。大家咱看出来迄个结果，啊，民主党输不止钱，啊，所以表示讲，大家人对民主党政府啊两年来的措施不是真满意，啊，所以照讲，啊，这个经济的无好势，大家爱搁上落久的时间，所以咱本来拢咧想讲安尼，到即马看会当安尼，安尼看到当时这个经济当回复，照讲即马也看袂着，啊，所以咱到底来个忍受有人不知，啊，这个直接影响着咱。咱有人咧经营事业，也拄着困难；啊，食头路的人嘛拄着困难。有个人伊离开工作，啊，都爱要找一个新的工作。啊，有个人伊是要搁有工作，啊，毋过毋知当时咧无工作，毋知变一日干拢咧菜。啊，即个讲安尼工作较稳定的即个人是做不来，因为已经太一步。啊，原来遐工作需要剩落来遮人去做，啊，做真无。啊，咱有当时，咱兄弟姊妹大部分拢一定有美国籍，啊，所以咱工作是讲咱有需要这个工作，咱有需要薪水，啊，咱需要赚钱，啊，来维持咱的公司甲咱的家庭。啊，咱的想，不过咱有一个少年人不是，
因我阁感觉亲近到伊地方个所在，啊，即卖因为是啊，市场即个人无头路人太侪，个即卖都无公司无办法办事，啊，所以只无新闻个人，因都一去，因都一去，去因都有人讲，我把你有新闻无？你有合法个有流光，哪无合法无流光？唔管你话有新闻个吼，啊，只个人就是咧无新闻，哪无头路无新闻。啊，到时间人到点了，你看，啊，所以拄着困难，你也无办法。啊，咱拄着真侪困难，经济互咱真侪真大压力，啊，真侪压力，姊妹感觉哦，即马即个工作实在是做起，我也无办法。啊，即个工作可能搁剩外久，啊，都无去，啊，我来搁再做工作，咱有真大压力，身体嘛常常互咱真大压力，咱最少有一半的压力，姊妹身体已经。哪来哪去做主子？哪来哪去做主子？以前咱会当拍算讲好，我要创啥，要创啥，要创啥。即摆吼，无啥去做主子。有一个长辈讲吼，伊即摆买香蕉吼，无咧买青的，拢买黄的来食。买青的食会无？买青的讲，你会食一个啊？一礼拜啊，一礼拜啊，我知影会无。所以买香蕉拢买，咧买青的食。咱大部分遐个姊妹吼，无遮严重，无遮严重。不过吼。大概往那降降降降，咱的身体开始在在做组织。今年七月，我去参加比咱大年啊，啊，甲咱规个中午做几只饭，食饭饱，大家按照我讲规规，摕一盒，摕了一盒一盒一盒的油啊出来，大家拢一盒一盒，啊，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，啊，咱无土豆，咱一面皮，一面摕来咱无。我讲阿太无，安尼分做一拜一拜二拜三拜四，伊讲无安尼吼，一面一面。我都袂去食，我到底有食无食吼？啊，所以吼，我若袂去食，我就提出来讲啊，后摆伊会食了吼，安尼唔会阁食。啊，所以吼，唔是食一堆药，我讲有当时袂去食，讲我到底食啊？哪来哪会做自己？啊，唔是咱吼，咱也是真会阁真济人，也阁中辈，也阁中辈。啊，咱若也阁中辈，你想看咱个中辈几岁？咱个中辈拢八十几岁，八十九十，上百。咱个中辈拢安尼，啊，到迄个年纪，咱家己个身体都咧袂做准一个，你像讲咱个爸爸妈妈，个身体袂做准一个，佫较袂做准一个。啊，伫咱个身躯边，咱来服侍；无伫咱个身躯边，咱佫跨一个死。啊，有个伫漳州，有个伫西安岛，有个伫台湾个所在，咱真困难个来讲，啊，跨一个死，跨一个死。啊，所以对咱来讲。有当时也是咱家己个身体来做组织，有当时也是咱个长辈，啊，搁有当时咱长辈有事事，啊，互咱个心情较好。啊，所以其实咱伫咱个日常生活顶面有真侪要求，有真侪压力，毋管工作，毋管经济，毋管咱个身体，毋管咱个长辈，毋管咱个家庭，咱有真侪压力，互咱真操心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个节目。无拄拄比当时个教会个信徒较好，无拄拄是安尼。然后即个信徒，当时个教会信徒拄拄个第二个问题，伫即种情形下面，就是讲信徒伫外口拄着压力，生活有压力，压力安怎？我真简单嘛，靠耶稣，靠耶稣。即摆问题是，当时个信徒甲咱今仔日个信徒嘛相像，有个人伊无法度经验着耶稣，有个人无法度经验着耶稣。有个人伊当阿则是，啊，伊讲要经验耶稣，啊，变哪经验着？啊，有个人伊是信无故，伊嘛还阁无一定经验会着。啊，当然有个人讲，哦，我无问题啊，你是保罗，你甲问讲，啊，你有法度经验耶稣？伊应该讲，我这无问题，这我亲身拄着。保罗伊有法度，真侪人有法度讲，我有经验，我要我做耶稣，我才会好。不过，真侪兄弟姊妹，伊讲我经验。Okay.